像是我们现在开赛，像是我们现在在开赛车游戏，我们后面摇杆的这个触发深度就可以把它调整成最深的，我们整个可以按下去，按到底，我们就可以有很明确的，像我们现在在玩赛车游戏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后面的摇杆这个触发深度调成最深的，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有更多细微的调整。那这些是，那这些是原厂摇杆啊，这些是原厂摇杆没有办法办到的。那像是我现在，哇塞，就可以开心的开赛车了。